大家估唔估到我手上呢个茶包系用咩做嘅呢？其实佢用硅胶做噶。大家睇睇啦，只要将啲散装嘅茶叶啦，等喺入边嘅笼里头咧，咁冲出嚟个茶，大家饮嘅时候就唔会饮到茶叶啦嘛。嗱，再闻一闻佢啊。而家咧只系闻到茶叶嘅香味啦，系闻唔到胶味嘅，因为咧佢系用无毒无味嘅硅胶做嘅，可以落230度高温嘅。咦，呢个又系乜嘢？嗱，系锁匙包嚟噶，咁样就唔怕刮花嘢啦。收埋仲好简单添。呢啲香港原创潮货只系冰山一角，下个月6号开始嘅时尚香港展仲多惊喜啊！我哋一如以往咧，都會係有200多間嘅香港公司咧，帶嚟好多嘅品牌係介紹俾廣州嘅市民嘅。就有大概20間到嘅公司咧，特別推廣一啲長者同埋嬰兒用品嘅。咁佢哋咧特別會係打一啲折扣俾啲長者同埋買嬰兒用品嘅朋友嘅。咁除咗慳時慳力之外，價錢仲有着數喎。因為我哋呢啲都係香港嘅企業直接攞嚟推廣嘅，咁中間就冇經過呢個代理或者分銷商啦。比起一般零售價格，都起碼平20-30%噶啦嚇。咁展會係1月6号到10号喺錦漢中心舉行，門票咧就10蚊。嗱，紫經濟新年送着數，呢度200張嘅門飛免費送俾你。記住啦，1月4号下午2点至2点半，咁嚟廣州電視台門口領，每人限領2張，送完即止噶。紫經濟杜秀明報導。